当人生重来，我竟然人生重来起，超进化祖传药丸，这个牛哎！超进化加祖传药丸加神秘小盒子，完美。我出生了，是个女孩。哇，24岁获得奥运金牌，退役开始当教练，结婚了，丈夫对我不好，我怀疑丈夫出现有外挂，离婚了，53岁离婚了。哇，屌，牛逼呀，兄弟们！这你就说牛不牛逼？开始提升，提升，提升。哎，我服用了祖传药丸，直接提至500年。我悟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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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悟道。我走火入魔，我彻底顿悟。我悟道，我悟道，我悟出水之大道，我悟出混沌大道。我悟了，我觉悟了，我顿悟了，我悟出了一条天道，我悟出了人道，我悟透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。我悟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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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悟道。我开始渡劫，九重雷劫开始，第一重雷劫落下，第二重，第三重，第四重，第八重，我死了。这一生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这一生为的就是被雷劈死吗？